喵。现在有一只猫在收口子这里。阿妈，你怎么在人家家睡觉？你是不是想跟人家结婚？说可是兴奋到都跑出窝里来了，这是平常很少跑出来。阿玛在你这里哦，那只胖猫哦，真的真的还真的在这里。哦，有另外一只，反常不欢迎你，反常不行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在这里？小花小姐，我的天哪，你是自己开的吗？你想要住在这是不是？自己跑上去玩这个是不是？小花，你在这边打扰阿玛跟索克斯干嘛？不可以哦，一男两女在这边不行哦。索克斯，我跟你说，如果阿玛冲向你啊，你只要往上跳就好了，因为他跳不高，好不好？他太笨重了。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小花也不行啊，要骂小花。她是女生 ，OK。不行，真的不行。还生男婴？周开始，你现在眯起眼睛，很像一个胖椅子。你是在这边过得很舒服，所以胖。没有别的猫可以烦你，周开始。好啊。这个是我命胖哦。开门开门，帮你开门。你要走吗？你又在外面看。Socks 的天敌猫咪都走光了，没有天敌了。拜拜。你要干嘛？你要抱抱吗？你好香哦。你看阿玛跟你同间，可不可以？他自己跑进来的，知道吗？我看不到你的脸耶，怎么办？镜头拍不到你啊，镜头拍到你都一团黑，你知道吗？给大家看看你的脸，一团黑。结束了，我服务结束了，明日请早。你不要那么近，看不到。他在看自己的那个自拍画面，跟我看的角度一样。Socks 自己住之后，真的，我觉得他太惬意，变胖，肚子都出来了。你看他小肚肚，有白毛小肚肚。Socks 完全没有注意到阿玛在这个房间，他现在在晃神。洗脸，阿玛现在在跟 Socks 同处一室，阿玛也是快睡着，对不对？ Socks 丝毫不知道，阿玛在这哦。现在放个饭，喵！现在碗都放在这里。激动哎，你激动小姐。等一下，不要一直撞。柚子也在等。好的，你要先，你到外面吃，你到外面吃。来来来，对对对，好，对对对。看遇到哪一只猫就给谁。三角你在这，要来一碗啊，好吃的哦。加了鱼油的哦。柚子也来，你在你老婆旁边吃饭。阿玛，你要出来、啊？你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他不欢迎你吗？妈，妈，来，在 seven 门口吃。那边还有一只招娣，招娣好可怜，忘记你了。我忘记你已经从大房间出来了。来你的，招娣你的，他开始吃饭。来，还有露露的。露露的，很香的哦。
小娃，不要偷吃别人那碗肠的，你自己那碗都没吃完。碗肠躲在沙发下。索克斯啊，阿玛出去了，改天再让他进来跟索克斯玩。那索克斯至少有跟猫咪互动啊，不会太寂寞了。人类觉得寂寞，碗肠跑出来吃了。碗肠跑来吃小花那碗啊，小花跑去吃碗肠那碗。我看不懂你们，三角吃完饭就来床上。你好像一个球哦，三角球。我从现在在这个房子上面睡超舒服，自己找到的位置。小花，小花刚刚在这里。我想说，小花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柚子，你怎么跑到这边睡觉？我才忘记关一下门就进来了。柚子一直对这个柜子很好奇，终于进来了。小花也进去了，变成他们的房间了。你们两个，嗯，你们关起来哈，嗯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柚子自己跑出来了，怎么不陪小花？柚子走了，要不要出来？你的柚子出去了，嗯。那怎么出来的啦？走了。小花在玩我的衣服。小姐，你该出来了。嗯，出来了。不要再玩衣服了。来，你出来了。出来。调皮。哎。我换你上来。好的，这边等等，这边出来了。从今天那边看那个外面，纱窗也要一直来看。阿妈，你最近都跑来这里哦？嗯。那索克斯有发现他吗？他早上有，他有站起来看他一下。他有生气吗？没有，就看着他，后来就睡着了。竟然这么和平。听到阿玛叫了，他想出来是不是？你要出来啊，妈。你最近喜欢去里面耶？嗯，我发现。你要进来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索克斯。嗯？去你家？你跑来吃地上的东西？他对你没兴趣，索索。索索，他对你没兴趣。最近阿玛越来越喜欢跑进来。那你去睡觉吗？我要出去。你走吗？妈，妈你要出来吗？嗯，出来，出来。他们最近很喜欢这个猫砂盆，每只都在这边上厕所。刚刚有一只大便超臭的，这个位置好近啊，离床。他是要求他用面交的方式给钱的，他这四次呢，总共付了他580几万。